我们觉得伙伴们跳这里，你们觉得呢？没有，我们还是先来那个，先来电风扇好了。对，先来。哎，有人卡住我的，卡住我的，到。你被烧起来啦！好。机场外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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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合，离合，机场外挂。啥意思？机场外挂，机场外挂，机场外挂。他们就是有点像讽刺，在机场卖外挂。 机场外挂，机场外挂，来来来来来。哦。跳局点。好。你确定我们的航线可以吗？不知道，我们的航线在哪里？航线是。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刚好。那不如掉这里啊。那如果他就跟他说去又输在那么前面的地方怎么办？不会，我们开车。那我们跳这里呢？好啊。这里。好啊。那有点远嘞。好，三二一，跳。 全速前进！有点远，有点远。快飞过哪儿？下面，下面，下面。哦，看到了。有人，有人。什么样？什么东西？我确定外边，我看到有车了。好。好，我家开车过去找你。走。好，我们的国手。对。 一只黑羽25元，太便宜了，至少要50元。<笑>看哪里可以买到21万订阅的驼兽。超夸张的哦！嚣张哦！废话，你们一直呛嘛的，我当然要拿这个压一下。谁怕你啊？<笑>我也不知道。我想跳窗哦！<笑> 不要不要不要！没事，忍住了，忍住了，没跳。黑羽，你被老皮呛了，21万。对啊，抢，没有哦。<笑>哇，大咖，哎，红点瞄准，耶！那点没子呛，没有那个包包，被小鸡吓一跳。别怕，别怕，没有包包真糟糕。有押韵哎，看了这里好多平底锅，有人要的话可以来。哦，我想要平底锅。哎，黑羽。 嗯，你是没颜色，你在范围外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居然，我来，来，进来。那你可以帮我们拿平底锅过来吗？不行啊。啊，我想要平底锅。想的好像我可以。哇塞，你怎么那么远？就你超远的哎。这样跑去哪？我好想要平底锅，怎么办？我上次用平底锅敲死一个人。对，敲响。而且对方。 对方拿步枪，我那平底锅直接把它敲死。好屌、哦！不要走了，<笑>只剩我是不是？你要赶快过来，你在那个说圈外哎。好好。你不是有车，赶快开过来。好像看错了。<笑>悲剧。哎、欸，我一直在想哎，平底锅如果别人对你开枪的时候，你挥平底锅会不会把它子弹打？可以啊，可以。 有了试过，对，可是就是几率很低。嘿，黑羽，我们来试好不好？打你。那你拿平底锅，我来帮你拿个。哎，防毒面具。真的没有车，靠腰，刚刚看错了。好像没人说过，可以。妈的嘞 ！Keep moving，keep moving。Yes，sir。有，各位观众开始单机人生。<笑> 喂，哎、欸，到时候如果你单机到吃鸡，你说一直跟你们远离吗？然后自己单机到吃鸡，这样我们难度会低一点。哎、欸，来了，来了，北方有人，有人，有那个 Black and Sweet， 好啊，要跟我 火拼是不是？来啊，我只是说你来而已啊，又怎样？你有红点瞄具吗？等下看一下，他比我们听清楚。好。 我觉得应该会说那个机场，真的会说机场，因为哎、欸、有枪声，然后空投就在附近。耶、yeah, ，所以我终于有一个机场安全帽。
抓去我的项目。干嘛这样？蹲着蹲着蹲着，好像没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有，我还在圈内，我还在圈内。眼镜，哦，真的耶。真的，我们在圈内。哦，有人有人。哪里？哪里？那个95方向，他发现我了，他发现我了。95方向。看来了，看他要来干我了。这让我觉得非常不妙，因为我现在是处于一个没有瞄准镜的状态。那个，我这个方向，我这个方向，小鸡。哪里呀、啊？看我这边，看我这边。你不是看到我吧？只有一个人吗？我跟三个，三个，他们绕过去了，哪里哪里哪个位置？我往小 A 小 A 的方向过去了。黑雨离你很近哦。可恶，换弹！啊，干，输了，妈的，他也输了，干！啊，我要爆了，我要爆了！小心，小心！这里，这有两个人，一个倒了，他要扶他起来了。在哪？就在我死掉那个地方，小恩，我残血，我没办法，我不需要你。在我死掉那个地方，小恩，前面那边左转就看到了。哪里？这里。在这，好了，我看到小恩。左转，对，这里，右边往右边走。哇！被吓到。那里，地上有人。他在打我。左边有人，小恩。加油，挥他一下。屋，进屋子。屋里有一个。他操我！双逼吧，也四个人，死了，都死。对啊，有四个人，没得办法了，凶巴巴。哎、欸，小燕二倍给你，不会，你们也很厉害，谢指教。我想说有礼貌，他们哎、欸，兔子死掉了，啊？怎么了？兔子死掉了。对啊，我刚刚要去打小鸡那边的、啊。是啊，没关系。啊，所以你们都死了。对啊，我还剩下你们两个，有点想点麦当劳，可是我98公斤，还是不要好了。我只要想要吃东西的时候，我都想干我98，然后就不会想点了。对，我有7.62子弹，谁要7.62？哦、我有我的很多100多发。不用说谁了，只剩下你们两个。我拿不动了。我拿不动，我包包都满。包满了都快。两个人坐刚好。刚好，所以我和兔子死的刚好。靠，要我开？你先开，你开吧。我开很可能死哦。各种。小恩知道聊天是会延迟的，当然知道。哪里？我们要开哪里？我们直接过桥过。哦，也对，要过桥。我们直接到这山上。哇，过桥很危险哦，要注意哦，小心呢，很容易出来吗？后面有枪声。直接走，直接抬着他就来。那你要小心哦。对，有枪声。我倒了，你就不要管我，就直接直直往前开。不行，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倒。不要乌鸦嘴嘛，电圈来了。没有，不管怎么想，他们走的这个地方小哎、欸，然后开这种车，哇塞！小恩，等一下我倒了，你就直直往前。放生我！你的智商行为，加油！那小鸡先架好枪好了。我知道，我拿枪了。冲吧！呜呼！冲！这里最重要哦，这里很容易被杀死。冲！按 Shift 可以加速。我加油！靠！丢了什么？丢什么？直接开上去，绿点。绿点可能会有人要注意。哦，好，下来。哦，小孩很会开嘛。上面那是人吗？不是，是树叶。大家太怕了。有枪声哎，对，很大声。左边有车，左边有车。右边有人，靠！哎、欸，补给在我们后面呢，我觉得我们要定位。我有车，小弟面前有车，有看到吗？没看到。我没看到。啊，你刚没看到车呢？没有，因为我刚趴着。很紧张的看着吧。左边，小金，左边。他们打起来。等等，
小鸡那个大车过去了，爆掉了，哇哦！哎，小鸡那边他们家一定会过来捡包，他靠过来了。对对对，等一下，先不要射，先你要射了。这是小 M。小 M， 小 M， 小 M， 小 M。他们在被电圈追。不客气了。小鸡打，那边有两个打，三个。啊，倒一个。是哦，不错。在，不要让他们救，不要让他们救。小 M 可以继续射。我看不到人。但他们残血，他们目前残血。没关系，他们一定都在那边。反正电圈一定会说，哎，电圈在那个、哦。出来。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。在车前那边吗？他们在那个废弃车那边。对。对，小燕，咖啡色那台车。咖啡色。对，你面前那台废弃的那台车。来，我们先跑，跑进去。不要理他，先跑进去。先进来躲一下吧。哎、欸，有人有消音器是不是？这声音。感觉前面战火猛烈，可以躲一下，躲在树后面之类的。加油，小 A， 这点就这样，躲这。注意啊！我注意左边。哇塞，你左边那个是头，那个哎，空头哎，山上的那个，应该有人在那边啊，小 A， 在这边哦。你有被射吗？不是，还是小 A 射？不是，小 A 射。小 A， 你看空头那个方向。然后的那个斜坡那边看有没有人，我现在看，他们去捡空投，他们上面，打啊！快快，小黑，还是小鸡，你们有狙击吗？可以狙的话，小鸡你要打吗？我看不到他。哎、欸，等下那个空投没人捡了，靠腰。我先把前面那。对，小鸡你先把前面的打掉，你刚刚看到的那几个先打。小黑，你看有没有人啊？倒一个。到了，小黑，来，他倒了，小黑他倒了，他已经倒了，不好意思，我，怎么了？被打了，站起来，靠，按到了，不要站起来，没有，小黑在那个方向，那小金你 cover 一下小黑你补一下血，我补一下血，他们人在哪？不知道，刚刚小黑左边被射，大概在那个，反正我们左边现在不会有人来。我喝个能量饮料。好，趴好。小黑刚刚真的是虐尸哎，人家老小黑他倒，小黑不是因为他还有血，我以为他还没死透。好，他们在抢。附近都是哎，你趴好就好了。好，小金你可以先不用打，等他们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如果他们在打，是我们这样不进圈很糟糕 啊。对，你们还没进圈，又有新的圈了。那你先跑过去好了，反正他们在打嘛，你就先跑过去了。边缘一点。边缘跑，沿着边缘走，边缘。绕到树后面。然后看右边。对啊。现在按 Auto 边看右边。哦，有点危险，我也被发现了。等一下，我先跑。先躲住一下。喂，看我一个蛇形跑。喂，先要蛇形了。加油，剩八个人。我看到人了。哪里？位置。对，下面有两个哦，小鸡，下面有两个，然后小鸡打到了，还有一个，不是，小鸡被打，小鸡后面有人，对，前面那里，前面吗？对，前面是他们打的，好，那你躲那个，哇，毒来了，拉得到小鸡吗？小 M 拉得到小鸡，不要拉我，直接进去，小 M 跑，放弃我。他们哎，剩一个，剩你了。哎，剩你，小燕，你先单挑哎。哇哦，在哪里？他在附近啊，注意。我看，我也没看到。在前面那个树那边。那我先喝一下能量胶。前面那棵树是不是？你说前面哪一棵？哪一棵？我正前方那棵吗？对，应该没有，不是在右边，因为他们刚刚敌人都在那边。右边。这树不在哪里耶？感觉他在桥下面啊，所以就往在桥那个下面那里。没关系，反正缩圈会缩吧。你先后头按着往下。好。看，好可怕。对啊。他在桥底下，但是他掉一掉上来，所以别怕。我看到
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人，幫你丟，我看不到人，帮你丢一颗，帮你丢一颗，我没有东西可以丢了。好好好，我没有东西可以丢了。你躲在桥墩那个铁栅栏那边，这里吗？这里吗？没有，就前面那里不是有个洞洞吗？这里吗？不是，这里啊，对，那里不知道可不可以过去？好，爬着，看不到。看，等下掉下去你就死了。你们有必要这样吗？这不是很好吗？哎，你的脚出来了。不行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会掉下去。结果发现根本不在桥下，尴尬。对啊，会不会也没在哪？没有。没有没有，就是看纸缩成这样了，他已经在桥下。在哪？小心！我没看到他。那一根柱子后面会不会？不可能、啊！对，他在桥下，他已经在桥下。他一定在桥下。你还有药吗？那大家小心看到了吗？哇！看到了！他三下你。过来！小心没关系，冷静，反正缺也就这样了嘛。看一对一。不要！你就等他收圈，他反正他还是。哇！你有药吗？小心注意哦，。因为等一下会比看谁行。小燕，再靠边一点，这样看不到，不知道他有没有上来。因为他会。他乱丢。居然。你有没有饮料？一定要喝饮料，快点！就比谁先死而已。好紧张、啊。步枪用。别怕，别怕。好，往前，小燕，你可以按 Q 探头。我没有东西可以吃，我只有一个止痛药。往前。不在，没有，应该还在。后面不可能走，他只能从这边走上来。应该在那边，不然你对那边射几枪啊？不然你对那边。在山没有吗？他应该在山脚下。不要紧张，吓一跳。小艾米，你按一下 B。B。调成全自动。可是全自动比较不。他不想要用全自动，小艾不习惯。我不习惯用全自动哎、欸，你射那一根好、欸，射那一根。没有，他等下圈会缩，等下圈一定不会缩了，不会缩了，这已经不会缩了，这最后圈了。看了吗？小静，你看右下角那个都没得跳、啊。他好像还在后面呢、欸，他已经在那边了，同样一个地方吗？对，同样一定在那边。别下去比较好。好，跟他耗了，反正我们可以晚睡。小燕，你射他那一根啊，射他那一根看看。就引他出来，对。你是全自动吗？哦，全自动啊。看他回应你了。对，有回应、欸。在哪、啊？他是在右边，就那桥。所以他不在那一根那边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还会说是不是？要说了。他会说好就好。来啊，你说啊。他就看谁要多而已。撑好。哦，他一定会上来，他一定要上来吧？他一定要上来！我靠！ OK， 我靠！他会比较早死。我懂，万一他有药，万一他有药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你看，居然！北西耶，太夸张了！居然呢？哎，我零杀自己！哈哈，零杀吃鸡很屌哎、欸！我也是零杀，哇，人生中第一次吃鸡，太爽了！天哪！